位置在那，应该百分之百都在那。就是理发店。就是理发店。好专业啊，他居然还会刮头发，用这么简单还能刮。你发现了给我看一下。MOK。好专业啊 ，MOK。我晕倒了。还是外国的，还是留洋回来的。是外国学了这一套理发技术的。你们总共多少台电脑？这边六个，那边专业的师傅四个，十个。但是里面的。里面还有两台，就十二台。好像好点的，这样子看起来会好点。像个男人一样，男人的后面就是这样子。没关系啊，现在还碰到你吗？小雨在死命的，按着剪。哎，我还是相信小雨比较多过相信你。开玩笑，人家牛羊的。纸巾呢？纸巾。把你头发的甩一甩呀、啊。用毛巾，纸巾能扫干巴巴的，用毛巾。嗯，你看多专业，你看剪完之后还要扫一扫，完全弄不掉，弄不掉头发，太久没洗澡了，好专业，哎呦好专业，哎呦晕倒，好专业，谢谢十块钱，还要收费的，原来还有一个专业的镜子来照，哇好专业，非常专业，是不是还要剪多一点啊？剪太少了吧？哎，我相信你，我绝对不相信他。还要，你看还用手都接着。哇，好齐啊！好专业。比他自剪的那个好看一点，好不好？小莫电话。电话来了，剪不了了。电话来了。边接电话边剪头发，太牛了。对着房子吧。下面这些，下面这些你是说扣卡那一方吗？很多专业。哦，我忘记标了。从13块开始呢，是我帮你代购的材料。OK 了，OK 了。